因为我一开始说我很怕过生日，我说错了，因为用谐音来讲就是羞怕过生日，我不应该再说我怕过生日。就是我到了，刚刚上课，然后莫名其妙被打了，没了，对，坐一下，我们到了。阿伦有受伤吗？没事。跟王波解释一下要谈这件事情，没有再多做讨论，因为其实都已经结束了嘛。真的是一个很难忘的，哇，真的很难忘。以后千万不要说，因为我一开始说我很怕过生日，我说错了，因为用谐音来讲就是羞怕过生日，我不应该再说我怕过生日。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。大家一早就被惊醒。对，我知道惊动到大家了。就。以后小心啊！说我已经很少出门了，对啊，那次也是真的是因为生日嘛，每次都被朋友念说都先绕跑回家，那天不好意思，就待到陪比较晚。我出去喝酒，基本上不太会喝醉，对，就是很清醒的。以后我有更好的说法，直接就是用这一招来说，哎我。不方便出入这些地方。对。差不多就十二点前，十二点前差不多。有门禁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很早起啊，我平常都六七点就起来，我其实也待不了太晚。我一直没有点进去看，怕会很难受，所以就没有特别点进去看。可是有大概看一下标题，觉得。蛮心痛的。我们运气很好的是，在他们小的时候是找一个我们非常要好的朋友，他来帮忙一起陪伴他们，对，所以是非常信任的朋友，对，所以比较没有经历到就是要选保姆这件事情。